还会有降真木，人家以为是槟榔汁了。你讲那怎么相信呢？看起来像槟榔汁。我说江正木开的，我们开这个没有几分钟的事情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第一次开的那个酒是我大姐的顾客啊，跑来跟我找我，其实找我大姐就好了。是吧？他第一次看到老师开了，他太兴奋了，家里。你看，他这下面是短的，上面是长的哈。还有分的？不知道啊。是。以前啊，早期他不是用这个模式的，早期是用那个钉子，钉子进去就更不好开了。我记得我第一桶蓝山在10年前，哦，这个开了2个多小时，现在开可快了。你看像下面这一只，它把卡怎么办？打不开怎么办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撬开了。我们是做咖啡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是开孔开到一个，不能说开到不想开了啊，是一直有在开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就有方法，叫它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出来吧。哦，对不对？哎，石姑上线了。那不容易耶，石姑有空也来喝喝咖啡。我们再开箱蓝山。对呀、啊。哦，这样就出来了，但是他就是还是不听话。这一次就是办法，行了，这样就出来了哈。所以现在很方便哈，对，都可以知道怎么让它出来啊。现在的人哦，讲求快速，对不对？那都在自攻呀，就这样攻进去的。好的工具可以用很多年，我这把工具不知道用了几年，对不对？都不会坏的，不要这样乱讲。对对，下面2颗，35颗，哎、欸，每一桶都不同的，所以你看，装这个桶子的那个人啊，工人哦、啊，就是看个性的，那个可能是射手座的哦。他会想，为什么这样子？充满自由力。第一次开2小时开不了，快小时，现在开是很快。